各位好，我是鬼统元帅，今天来试看奇猫一砍下的领军者 mode 哦。好，我上集有说过呢，我们要跟诺德王国宣战，目标是毁灭诺德王国嘛。好，则由于一个很大的理由，我的未婚妻也在诺德王国里面，所以说呢，我要先去结婚，再跟他们宣战。罗德亚尔，我把你女儿抱走，结婚啦！我再慢慢看看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好，哎，你没签到哎，不是干嘛？怎么？你没签到还干嘛？好的，你走开点。奇怪，人类。好像不见了欸。为什么我穿的这件衣服好丑哦？为什么不可以穿我的军服结婚啊？哎，不对，我根本就不见了。哎，我整个人神秘失踪啊！哼，超惨的。哎，结婚然后整个人都不在场。好。现在结完婚了，那我们可以宣战啊！好，有诺德的商队吗？这边海寇欸。不然的话，确认一下我老婆有没有在。欸，诺德商队先要个保护费，保护费。好，宣战啊！欸，怎么还没有？太友好。对，我的首都不在这边，我的首都是在那个贝特苏诺啊。好，老婆，你知道你穿这件衣服很丑吗？好，派遣一位使者，我直接用这种方式宣战好了，开战。好，开战啦！还是去荣誉啊，好衰哦。好，中华民国向诺德王国宣战。好，我们要打哪个城？今天就打沃车者。啊，顺便救一下我拉尔恰波耶。啊，先给你看一下我的部队哦。我有把诺德轻步兵的装备有改一下，改八路军的军服，然后给他们拿一颗手榴，给他们拿一颗巴拉。那个叫巴拉，好，反正有拿手榴弹的，就在前面丢，乱丢就好了啊。你守这边，哎，不对，我们应该要去守城口才对啊。还是我们胜率超大的嘛。随便扔一颗手榴弹都快赢了。好，他们根本无法招架啊！啊，我在打这城啊，打沃车者。啊，先自己上去。好，弟兄们也来了。看我的！巴拉！哦，手榴弹最强啊，只好卡啊。算了，还是先把粒子关掉好了。那干净多了。这样我看不到我巴拉到底丢哪了，来吧！哦，一次炸死一大堆，
下面端午节啊，不是中秋节。好，手榴弹的战争。哎，我们还没挂的，我们还没死。超屌的军服啊！可不要一重复同一句话。我也不想听啊，我没空听啊。好，从下面丢手榴弹上去。好，手榴弹超强。这边这么多的话，就拿枪来解，就拿中正式来解决吧。来，好，一枪一个啊。好，现在又打死的人太多了，收到下面的讯息都没办法显示啊。才没几分钟，这样才打没几分钟，他们就快输了、欸。好，继续冲吧。他们还剩最后一位士兵，究竟是我先把，我一直冲过去把他打死，还是我弟兄们先杀他呢？你最后一位的话，我就拿我的红缨枪插死你。有一个，好，赢了。嗯哼，好，他们在欢呼。我们部队人是超多的、欸，这才100多哦，还有、哦。好吧，继续打。好，开始一个。好，两个。哎，我现在再把那个该关掉的粒子开回来啊！我还是蛮喜欢粒子的啊，这样爆炸，这样手榴弹丢到才掉啊！我居然有人被击昏了、欸！好，想把大刀换成马刀，不过马刀有点强。有一个，再一个，好，来吧，急冲，好，看死好多人啊！好，我没有赢，为什么我这是带一大堆奴犯首领啊？哎，车旁边还有。你这是打太多了吧？哇，好多炸弹啊！烟雾弥漫，烟雾弥漫。啊，这城堡变枪被炸不会有问题吧？正常一般来讲的话，现在已经不能住人了吧？好呀。可以把这片共产党的旗撤掉了。来，为了奖励你，我要请你吃子弹。好，好，就到人了。也发展外交。好，又赢了。谁呢？但是我自己啊，是我打的、欸。你以为我会把我打下来的城市送给我的部下吗？好。
要不要九轮都算了。好，就看看国王会不会遇到哦。他国王是不是想打我啊？哎，这边海况好多哦。结束录影之后再慢慢打好了。啊，按错哦。可我手残错，等一下，算了，如果退出的话还要那个很麻烦的，可恶啊，好很难啊，好，真打不打赢呢？他带好多卡拉德的，都是从我那边来的，绝对打不赢的。不过呢，好，一定要打。去酒馆，看来就手残错。好，考生没有卡拉德步兵，掷弹兵。好，我再去招个弩手。被抢了！你别懒得打你们了，我要快点去复仇啊！正月很适合复仇啊！有没有机枪手？不要每次都中步兵啊！算了，放弃了。步兵该有嘛？哦，步兵不行，超级有。好吧，有点囧啊。那就快速升级。今天这集最后的目标，报仇。因为巴格纳国王手上也有我的部队，所以呢，如果我遇到那些国军的话，应该打不赢的。就这样子就好了，带39个人。毕竟我想带的是弩兵嘛，带弩兵才打得赢啊。好，找到这找弩兵了。就14个在上去就去打，绝对不会打输的，是他们有绝对的人数优势。再找一点啊！没有，可恶！好，我们一定要复仇，一定要打回去。不要再给我中步兵啊！好，每个酒馆都去去看，总算找到了。好，复仇的一天，我们一定要复仇！哎，狂点！一定要复仇，一定要复仇，一定要复仇！那些是我的弟兄，算是我自己，算是我自己把他们害得被俘。想我去死！咱们90人，不过我也不怕。
还是我们枪超强？哎，不对，他们枪也很强。哎，还都是步兵的，打步兵战有点棘手啊。好，那我也下去打步战。我等一下看到第一个敌人是国军，我会马上气死哦。哎，真的是第一个哎！但国军我打不赢的啦。等一下，这地址效果太麻烦了。哎，又开又关。考试大佬威力是好高，这大佬威力不会太高吗？哎，之后有把武，我不对，之后就会有把武器的威力调太高了。怎么不怕？中国的军队没什么好怕的。中华民国部队无所畏惧的。来吧！反正我刀的砍，刀的伤害也很高。好，还是砍得动的。这些诺德太麻烦了啊！我要专心跟我的国军们对决。好吧，那我的中正式。姜维长得保佑，我有姜维长得保佑哦，你小心点哦，他们从来没有保佑过你哦。啊，算了，还是马刀砍最快，反正马刀的伤害是90啊。我调到90，超高的，几乎所有人都一直必杀。他，他们大刀都还神稀有的、欸。战争上血战啊！400人嘞、欸，总觉得我好像打不赢啊，400人。啊，那400人，但也只有400人是国军啊。哦，这音乐真太吵了、啊。好，开始老多哥了。哎，好，就解决了一点。来吧。中正式步枪。好，姜委员长的保佑啊！
主干射死了。哇，我们都一样强啊，赢了，苦战啊！我不要这个，不要这个，我要的是卡拉的弩勺。有没有卡拉的弩手？哦，卡拉的狙击手，就只扣下这两个算了。卡拉的狙击手比较好用啊。好，老师现在再扣一点步兵的。好赢啊！再看一下战利品。哇，日军手雷，核子炮。钢盔军服，这太爽啊！土制手榴弹，帽帽，好，超爽的！哎，还有被抢的枪，这个绝对是从我身上抢走的。我刚才就亲眼看到下面一幕跑出一人。你失去了你的腊肠跟气死，哎，腊肠跟气死真超重要的。我这只在乎腊肠跟气死了。好，赢了，血战啊！好，那我们把我们失去的弟兄们找回来。对十七，哎，只会到37而已，这样会不会太低啊？再去打点，在海口这样会太少。不然的话呢？好。Today the gods will decide your fate。没关系啊，我连续打了两次400多人哎。就一直都遇到400多人了，哇山！这种循环环抱的地形，哎、欸，那边有块平原哎、欸，好，我要在平原上面打，我部队应该比较适合平原战。然后步兵也前进一点，然后再就是全部都排成五行，好。接下来等他们冲过来，他们大概会在山上被枪毙吧。我策略没错哈，他们在走过那这座山之前就被我的十字火网夹攻啊。好，大概就是我们这次的策略哦。哎，援军到达，我已经死一个了。啊，他们死一个，该骑马车快一点啊！虽然我想走的，多走路，身体好。啊，多走路对身体很好。虽然我走得很慢，我没有把我的敏捷调到2000啊，把敏捷调到2000的话，就可以瞬间传送过去了。上山啊！有敌人吗？没有。哇，好多子弹！这火王好密集啊！这子弹像流星一样，迅速的飞过。我看到了。好，他们有点远啊，开一下粒子系统。好，中正步枪，本是机枪。好的。
就边退边打、啊。没事，就边退边打、啊。好，用锁楼弹来钻，来把你的钻扣，应该不叫钻扣吧，叫拦截。我期待你的部队。到底想打？哎，机枪好难用哦。野猪这里面机枪还蛮难用的。好，击中。好，好的，这战应该打得赢的，打得赢的。胜率很高，这胜率很高的啊！哎，别想跑！好，哎，我们都能够，这区海寇打不，怎么可能会打不赢呢？我们都能够100多人打400多人的部队了，而且还是正规军呢。而且有超强的国军哦，那怎么会打不赢？啊，反正我们攻击一攻一起。手弹。看我们已经杀他们多少人了，119，好，还有很多啊。哎，回来叫我的马了。我才发现我的马下，他脚那边没盔甲哎。好，在这边超远的射。算了，就给他们打就好。哎，这只铁木绝对打不赢，绝对他们绝对过不来的。哎，人过来了，哦，好多都过来了哦。好吧，他们已经一整支部队被我硬生生的拦在那边了，完全上不去啊。他们人心都一直在，很麻烦呢、欸。都已经杀他们快300，已经打死他们300多人了，他们应该也不敢继续跟我们打了吧？前进，听听，前进一点啊！好，我们就在这边等一下他们，很快就来了。那我先按个暂停，来算了。好，暂停。好，他们该已经来了。看这火网，他们绝对来了。超密集哦，打到了。好，我就观赏的这种流星雨吧，死亡的流星雨。他在这边观赏的死亡的流星雨，顺便解释一下事情。总之，为什么我今天会出片呢？因为明天中秋节啊。4天连假超爽的，所以这4天应该都还蛮空闲的吧？我应该都可以出片啊。啊，他们被机枪扫得好惨啊！哎，十字火网，哎，这不算十字吧？总之，哎，这样好像盐水风炮、哦，哎，不是盐水风炮的人比较多啊。看视频，看看他们的战况，哎，虐杀哎、欸，骑马的砍杀战团变成骑马虐杀砍寇团了，不然应该说机枪虐杀砍寇团。他们没，
好，今天有没剩几个啊？哇，你现在冲可以冲到这边，勇气可嘉哦，也死了。哎，全部子弹都打他一个，你好可怜。耶，一个。啊，机关枪子弹太屌啊！部队士气还加75哎，好多，真的超多的。啊，去找我们老朋友哈维卖掉吧。哈维，我要去这地方哎。哈维在这边啊，哈维。哎，不是他，我把你叫的哈维。我不应该从这边卖吧？好，2400，谢谢你啊，哈维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啊，我需要送拉蒙去一下医院啊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